惊奇队长 Captain Marvel 是一部由安娜·波顿和瑞安·弗雷克执导的漫威超级英雄电影，上映于2019年。这部电影是漫威电影宇宙中第一部女性超级英雄的独立电影，并且将故事背景设定在1990年代。影片讲述了一位名为卡罗尔·丹福斯 （Carol Danvers） 的女飞行员，在意外事故中获得超能力后，加入了一支由外太空战士组成的队伍，并且成为了地球的守护者。故事情节跌宕起伏，紧凑刺激，让观众十分投入。布利尔拉森在影片中饰演卡罗尔·丹福斯，她的演技表现出色，能够完美的诠释出这位女战士的刚毅和果断。山姆尔·杰克森也在本片中回归饰演尼克·弗瑞，他的表现轻松诙谐，令人印象深刻。除了这些知名演员之外，还有珍妮佛·安妮斯顿、克拉克·格雷格和本·曼德尔森等一批优秀演员的加入，使得影片更加精彩。影片的视觉效果十分出色，外太空的场景、卡罗尔的超能力以及飞行特效都非常精细。而影片的音乐也是一大亮点，负责作曲的配乐大师弗瑞德·斯蒂兹雷 Peanut Pie 为影片独特的时代背景营造出了独特的氛围，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感受到强烈的代入感和感染力。总的来说，这部电影不仅在漫威电影宇宙中树立了女性超级英雄的典范，同时也成为了一部极富魅力的科幻动作片。它通过卡罗尔·丹福斯的故事，向人们传达了勇敢、自信和的